HK Express 早前推出全新形象和 logo， 今次还带埋首架 A321 Neo 登陆香港，一起看看有什么特别啦。 Welcome aboard。 全新 A321 Neo 客机主打环保，耗油量比起传统客机低，亦都比现时的客机多6个座位，总共可以容纳236个乘客。今次呢架新机嘅其中一个特色就系成个机身都转晒 HK Express 嘅新 logo， 机尾换上全新 logo， 而机身亦都一改之前嘅香港高楼大厦图案，变成全紫色英文字。机舱方面，走廊比起旧客机为宽敞，舱顶嘅置物柜亦都加大，多咗 37% 空间，可以容纳更加多嘅手提行李。而座位方面同样保留18寸的阔度，更加增加平板电脑支架，大家搭飞机的时候就可以轻松煲剧和看戏。不过新机的座位就没得好像之前那样挨后了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